会互动啊！你看，又是电脑游戏，又是跟历史有关的。你看，漫画专场有讲历史的专场，也有学那个美术设计，又爱打电动，嗯，电玩。现在2022年已经有百万以上的订阅者了，这么厉害啊！有漫画，又有电玩的专场，又有美术设计的专场，又有历史，又有幽默，擅长讲历史故事。你看。用世纪帝国，利用电玩，利用电脑游戏，马来西亚。你看，不是只有 YouTube 呢，还有 EIG 啊，Instagram、Instagram，还有脸书 Facebook，